我决定在慵懒的礼拜一下午要用七成的方式开场。那昨天去参加一个游戏，就走了8.7公里，真的蛮累的。一个下午走了8.7公里路，昨天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很想死了，然后想说啊，今天的时候应该没准备。对，除了想死之外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，哦，那我们还是要很精神来迎接今天的那个创世纪好爱剧第二次啊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我们那个好爱剧平常都会有一个大主题，然后再分配着后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上来抢麦克风，都可以上来抢麦克风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大概介绍一下，说今天进行的形式会怎么样。第一个呢，会有魔之公聊的 Gilder， 也就是我，来介绍一下那个魔之公聊的什么东西。那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问一下哦，那个没有来过魔之公聊的主讲人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那我有讲价值了。好，那再来当然是很重要，认识一下彼此的哈。那就是会让大家做简单的自我介绍。那这边也想要跟大家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就是在场的各位哈，你有任何一个，我是以前面的圈圈为主啦。当然你要跟我说后面那两个人不认识，要求他们要自我介绍，那我也是 OK 的。但是这边的这十几个人里面，你有任何一个人不认识，举手一下。任何一个人不认识就好。好 ，OK， 看来自我介绍也非常有价值。所以前面两个项目都超有价值的。一般的活动我们会认为是永长的东西，我们都觉得超有价值。那第三个是要来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CC Global Summit 2015的东西。那我会把它分成几个部分的哈。第一个是概览，就是跟细节相关的，但是大概只有几分钟，一两分钟的概览。那接下来我们会有四位有去过。去今年的歌播上面的伙伴来分享跟CC 的运作啊，然后跟 CC 的应用啊、法律啊、工具啊等等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东西。好，那再接下来就是抢麦克风时间，你也其实一支现场分享报名。那分享报名，我觉得也不见得要那么一定要跟 CC 强相关啊。如果你觉得你正在最近在做的发掘，有跟分享这个主题相关的话，或者说跟开放这个主题相关的话，我觉得你都可以举手上来，那讲五分钟。那我们这五分钟是不会拿插头的，但是如果你讲了超过30分钟的话，我还是把你赶下来，我确认一下，你可以讲到很久，但是原则上五分钟。那接下来空闲的时间呢？那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第一个就是来这边就要聊天嘛，不然干嘛？那第二个是桌面上面有一些食物，那包括我们从韩国运送带回来的国外品，虽然只有小小的薄薄的一点点东西，那也轻轻易重，所以请大家不必笑纳。那另外也就是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说桌上有一个生鲜食品是洋葱，他家的洋葱，是有现场的伙伴的懂内的，意思就是他自己其实下次过来也可以懂内的东西。哦、我只在想到这一点。而且就算你没吃完也不会浪费，除了生鲜的食品之外，没吃完都会捐给空寮，作为下次别人活动的吃的东西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那也欢迎大家来空寮参加活动的时候，可以多多捐赠东西。好，那我就先废话不多说，都已经讲这么多废话，还是要来推广一下，来介绍一下魔之空寮。那魔之空寮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那虽然刚刚佩奇说没有来过空寮，但是我想必。你应该知道，应该有听过 Mozilla 这个词、这个词汇吧？应该有吗？当然有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只是没有来过。OK， 那我确定一下而已啦。因为你如果也有听过的话，那我等一下讲这些话就变得没有很有意义。糟糕，这个推广率不太好。那这个是一个由那个 Mozilla 台湾社群所营运的地方。那讲说是我们营运，其实钱是 Mozilla 出的啊 ，Mozilla 基金会。有国内这边的那个房租，那其他事情包括排人来开门、扫地跟清垃圾，还有付水电费，就是由摩斯亚社群来处理的。那摩斯亚社群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？他们是一群爱好网络的人，我觉得这样定义我们是最合理的哈，爱好网络的人。那我们因为认同摩斯亚的核心价值，就是要追求网络上面的创新跟开放，那所以说我们就。成为了摩斯亚的志工。那我们有做一个网站，mozw.org， 这是台湾唯一官方社群网站，台湾唯一官方摩斯亚社群网站，目前唯一啊。当然不是说别人都不能做，
那他目前负责 Firefox 的，如果你要下载中文版，可以到这个网站来下载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新的消息，那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讨论，那或者说跟社群朋友一起聊天，那或者你想要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，也是非常欢迎。我们有一个吉祥物叫做福尔摩沙 （Fox Mosa）， 那这个词对现场各位为什么重要呢？或许对佩奇现在也不太重要了。我问你哦，你知道这个网密码多少？不知道，耶，那就是重要的，看来要分享了。好，这边的网络是 MOS 第二个开头的 SSID 的有两个、然后密码就是 FOX 横线 MOSA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网络是由线路组提供高速网络、所以那个应该是品质还不错。线路组在楼上，我们跟他一起合租的。那也欢迎大家到福尔摩沙的专业去按个赞啊，然后聊天啊，留个言啊。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杂七杂八资源，比如说像 Freakers 啊，就是一些网站，然后一些影片。那另外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打卡，好 check in。啊，如果你打卡之外，你还很喜欢收集那种徽章，你有徽章收集癖，比如说，哎，这边你们的电脑都这么干净吗？哦天哪，我是公司的，我不好说。一群离群子这样子，真的不像是参加乐趣的，只贴一张不算，只贴一张都没人要，剩下一张有一张，哎，剩下不止一张哎，两张但是都是我们组只有一种也不算。好，好，无论如何，如果你有兴趣收集背景的话，我们有一个 open page， 可以在那个墙上有一个小沙图、然后可以去扫描一下 QR code， 就可以获得我这样 open page 的一个 page。证明你来过拇指公表，好，这是那个背景图的哈。那另外，如果假设你在这边做任何事情，像是非法事情除外，合法事情的话，都欢迎你 take 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 MOZTW， 第二个是 space。那接下来讲两件很严重的事情啊，不要说严重啊，很重要的事情啊。第一个是你知道拇指公表是怎么样营运的吗？就是它是怎么样？才能够让在这边有一个距离市中心交通也非常非常近，然后又有一个还不错的空间啊，有冷气可以吹，有网络可以用，有电脑，有投影机这些设备，它到底是要花费怎样的精神跟怎样的资源才能够有这里呢？那答案就是我们跟摩斯亚说我们想要这个地方，然后就不是没有给他的话，就是摩斯亚在做这个空间，他其实是有一些想法。那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。我们最基础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促进参与，那参与这个空间的人，可以借此认识一下摩斯亚，那你可以把它做火狐神教教会了哈，每礼拜是来这边做一下那个身心健康活动这样子。那我无论如何，既然要促进参与的话，有两个指标是我自己个人的比较固的，我先讲第一个是摩斯亚，不太关心的指标，但是我也会很关心哈，那是什么呢？摩斯公寮啊，我们在营运了一年以后，我们做一个计算，在这边人均花费大概是160元，就是每一个来这边参加活动的人，大概他就是平均要分摊到160元的成本，大概。那这些成本有绝大部分是由摩斯公寮出钱，那另外一部分是社群这边自己非常努力的自己乐捐，那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在离开这个房间之前呢。可以看一下我们门口那边有一个书柜，书柜上面有一个可爱的捐款箱，捐款箱里面可爱的空空的什么都没有，那什么都没有都必须要靠你的帮忙啦、啊、可以随手掏个零钱啊，丢个10块、20块、100块、2万块啊，都可以。总之欢迎自由乐捐啊，就是没有限制说一定要丢多少，不丢也可以，不丢也可以。那我们有跟 TOSA 台北的 Open Source 的使用 User Group。那有合作一个方案是说，我们在门口捐款箱旁边有一些可爱的吐司娃娃、托萨娃娃哈。那如果你捐款的话，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要不要把它带走。那我先 PS 一下，吐司娃娃原价要卖300多块啊。那个托萨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啊，其实随便你，就是他觉得也是推广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，这就看你的诚意了，看你推广或者做的诚意了。如果你有兴趣出去大力推广，你都不要捐，然后你要直接拿一只走，我也不会讲一句话。这是可以的啊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也就是摩斯亚，其实真正会比较重要、比较重视。如果假设我们达到这个指标，就算我们一毛钱都没有也无所谓的，就是希望各位可以来参加摩斯亚相关的活动，那可以来协助摩斯亚
维护网络自由。那它可以做的方式包括很多，比如说最简单的使用 Firefox 啊，这个网络一个伤感情问题。这边还以 Firefox 作为主要浏览器的举手一下 ，Firefox 作为主要浏览器。OK， 居然逼近一半了，谢谢，看来没有那么伤感情啊。那个第一个方法是使用 Firefox 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有关注一些概念，比如说保护隐私啊那些概念在里面。那最新版的 Firefox 是，我们的隐私模式也目前也超出同业一步，就是可以帮你阻挡一些网络上面追踪的东西啊。那我觉得我们还真的蛮用心在这些方面的，所以还是可以试试看。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是我们还有一些中文化啊，就是做一些在地化翻译啊，然后有一些活动。那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要帮助Mozilla 这个专案可以走得更好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加入我们。那要加入我们的最好方法就是上网看一下这个网址 bit.ly/mozgw-space-join， 或者其实你直接上网查 Mozilla join 也可以啦，啊，你会找到类似的东西。那填一下表单，我会依据你的兴趣来告诉你，哦，其实有哪些专案可以做。那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加入我们。当然，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在这边也会有一个就是 regular 的周聚会，所以有兴趣也可以过来这边找大家聊天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两件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个是厕所翻后方，第二个是水在那边。那水的旁边有纸杯，有兴趣的话，请记得写下名字比较好。好，广告到此结束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活动哈。那第一个活动的要点就是自我介绍。那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为了避免一些不习惯自我介绍伙伴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写了一下自我介绍要点。第一个是称呼，对，超贴心的，我不知道。第一个是称呼，第二个是组织或单位，第三个是关键事。但是我也知道，除了不善于自我介绍伙伴之外，你有非常善于自我介绍伙伴。那为了防止上次白纸事件发生，就是我们有限制的哦，请大家一人讲一分钟以内，一分钟哦，一分钟。好，那就由小鹿先开始哈。那为了公平起见，我现在要放下麦克风，因为这一支拉不到那么长。